对啊，我爱买物件，迄号人也加走我钱哦。我拢退，我拢退予人个。加创五块啦，加走我五块，加走我五块，我拢退予。我爱伊啦，爱加走我五块，我就袂退。我就袂退。花枝丸啊，花枝丸来，花枝丸。黄鱼哦，黄鱼先我来啦。为什么？我贵鱼哦，我贵鱼我甲买者啦。我贵鱼嘞，我贵鱼嘞，我贵鱼。来了，安尼啦，你买两百条，四位二两百好啦。我需要买三百。龙村长，龙村长。哇，好多人哦。啊，你几位？四位来两百来了。有点多人。对呀、啊，开玩笑。小中后来。来个两百来。体贴细心，张女士真的是极棒。今天有在竹东哦，今天有在竹东哦。这黄鱼，那这个现在在卖无瓜，这是黄鱼。挨了拜了。OK 啊，住高雄想要吃新鲜的石斑，介绍中华 OK 啊，当然 OK 啊。那个石斑有，石斑有那个龙胆石斑现切的，还有真空包装好的。等我嘞。黄点石斑，泡鲍鱼，我带一个回来。一千的，还是不能喂。我的脸很难跟鲍鱼泡上能耐。你是，你说我的脸太帅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就是太帅了，看起来不高了。好啦，接受你的称赞了。来，阿伯阿伯，你多能办。对，竹东那个中央市场，竹东的客家传统市场，竹东的客家传统市场。儿子买，先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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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鱼啊，这宝贝一块一斤的啦，哎，这现在五百块两块。会挣扎，会挣扎。老板，你讲过鱼要偌济？我过鱼啊，这损失还要百五块，好不好？哪会百五？百啦，一百。这三百尔，你搁买好？啊，一百搁买五十。哈哈哈哈哈。一百五十，啥来着？五十。五十。我两块要叫我白养。五十。五十。哎，黄伟，现在我八块来了，你五块五块，宝贝，六块五块好上来了，最近来七块五块。七块五八，惊上上，惊上上，我见嘞。小孩子，我一个单子给我好了啦，你记不清楚？你忘记了？哎，我不要给你几啊？你买什么东西要不要花掉？哎，七只五八，七只全部存到七十块。过年看你什么东西？你买什么东西？买什么东西花掉？黄伟过来了，这样你比较清楚。哎，黄鱼过来，我包。家人你买了啦。哎，两位、四位来，这五位、这六位来，七只来，我包。对啊，还不得要点。对啊，对。还有我八千块，五百块黄鱼过来，黄鱼五百块了，三位、四位，这五位、这六位、这七位，我包，我先买七只，五百块。可以买的啊。我八个好不好？黄鱼啊，我八。这边啊。你有哈？有好嘞。哎，五百。来，帮你。哎，过两百不？我八好。哎，黄鱼过我来。等下再画。来，我帮你开。好，这走嘛吼，这边有搭未？要未？要未？哦，安尼佫走一个五百了。来，来六来，七只啦。这里，这里耶。这里有吗？嗯，对。来，来。这边佫。这里抓，这七只。我来黄鱼的无？无啦吼，好来。花枝丸。花枝丸。我帮你看了。黄鱼嘛吼。啊，带两个鲍鱼，鲍鱼哦。鲍鱼有嘛？你鲍鱼买了吗？鲍鱼买了，鲍鱼还没。我爸来七鲍鱼，两鲍鱼，三鲍鱼，四鲍鱼，五鲍鱼，五鲍鱼，六鲍鱼，六鲍鱼，五鲍鱼，七鲍鱼，五鲍鱼，八鲍鱼，五鲍鱼，六鲍鱼，五鲍鱼，七鲍鱼，八鲍鱼，三等都缴完了。八百斤嘞。三等一斤剩六十。三等都缴完了。八包一斤，包一斤剩哎六十几块嘛。你对不对？你卖八包多少钱啊？八包五百啊！八包五百，一盆就六十二块。来，来我包了，七包。来，我包两包，七包八包了。有多少一点的吗？我八先卖，我八呀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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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包卖完一下。
你不想违背自己，违背是，你看，你看到我，你想要违背你的家庭，不要吧，不可以哦。哎，我爸过来，不接受。阿松休息。我爸要。对。我爸。来来来。一天吗？不会哈。好了，等一下，头前这个结来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就问这个。七。来。这个少一份。有没有少一点的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少一份。这里还要一份。我跟你收一百而已啊！哦，哎，你再不这个，哎，这个会红的鱿鱼花，你吃？鱿鱼花，鱿鱼花的哦，要是哦，对啊，我哪一波花的鱿鱼花哦？我这很重呢，还够两卖不？卖这么多，很重的哦。二五七，四包吗？这里四包，这里四包，这里四包。快点快点啊！我过来了，你买不要钱，不要紧，你买三包两百块。三包两百好不好？三包两百。三包两百了。三包两百。加无啊，你回去完全加无啊，你两百块买不到。那我买不到三包。来，等下找你钱哦。到不要了，真的包了，真的包八十。三包两百，一包一百三。一百三两百三。哎，这个能包啊！给我，能包能包，给我那包给我，那能包这个，包给我，给我还一包给我。我刚才要买一份了，给他，给他，他要多买一包啊。哎哎，阿帅哥，你要挂这不？不挂啊！我一包啊。咪，你给小波赶紧讲完，包一百嘞。哎咩？这是支持他的，他这边要找八百。哎，我好好好好。嗯，看到有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哎哎，二、欸、虎、欸，你骑什么啦？他不摸你啊？他是拿一百给你嘞。他拿一百给你嘞。啊，那很高级。到底有没有啦？有啊，五十呗。OK， 好了。没啦。啊，这边找八百，这边找八百。找八百，找个八百。找八百。报一，报一，报一，先我等你回来。进来，进来哦。上啊，进来，上啊，进来。高点，高点，啊！你鲍鱼这边介绍，你回去免煮，回去透开哦，不没人吃着啊！啊，汤芒果椒汤你搞煮嘛，煮菜粿好吃。一人五块一条，你去遐超市遐看一条卖百二啊！对啊，你四包卖啊，就四百八三百了。我这五包你三百少只啊，其实六包三百块了，一包五十块了。来，还过来要只鲍鱼的无来，先过一个。好来，一包来，两包来，三包来，四包来，来五包来，六包来，好来，三百块。还过来，我们在包里三百，还是这个钱？没有啦，吃早餐没有？没有错，就在巷子口吃早餐。来，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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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啊，这个几个事情要来，三次来。陈文平，对，竹东的市场，中央市场，客家传统市场哦。来，这个几个，我上来。来，我这边，这个几个。你的笔吗？又掉了，笔不在这里。不是，因为另外是啊，金色，没关系啊，回去再找。小心，你要扣好，要弄好。旁边。二、四、五、六，还够我来。这边贵的，这边几的哈？后面几的？头前几的，后面一个。来，过来。阿伯一个吼，阿姐一个先互伊，阿伯佫，阿姐，二，三百多个，四，五，六，今天丰原除了阿坚，还有一个小帮手。鲍鱼还有人要吗？鲍鱼啊！你有可能在丰原哦。没有了哈，哎，你有可能在丰原哦。这边的鲍鱼哦，有啊，哎，鲍鱼啊，鲈鱼啊，哎，我摆上去。鲈鱼学家，哎，贵州安那卖？鲈鱼贵州安那卖啦？啊，成交了啊！总啊总，全部话侪啦，全部话侪啦。要千二啊，侪啊，贵呢嘛。成交啦，加几多？加几多？要千二啊，十五一尾。啊，一尾一公斤，才几只？才几尾啦？才几尾啦？才几尾？十三啊？十三吗？来一千的，十八吗？咩海鲜卷哦？咩啊十八？十三啦。十三啊，十三。啊，剩十二尾，唔千二来两盒，两百块海鲜卷。
公斤十三条。十公斤十三条，十公斤条有当偌济？来这海鲜卷够人来无？这等于气炸锅气钱，对吧？这我好几条一条，你准备装几条？这人去半岛利用的来钓虾，你有飞机？哦，来两盎两百块了，哎，一条剩十块尔。来，个人买海鲜卷无来过我啦。你讲我都可以。蛋姐，蛋姐可以姐，你那应该是可以。你选择二十号，你先再去选来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过来两百块，哦，来，好来。祝生意兴隆 ，OK 哦，谢谢哦。玫瑰枣，来加啦。跟你拜师位置一样，对啊，你有在现场去？两百块，你这等于几钱对吧？哦，没啦，自家运咯，番茄酱甲运咯，你话好食哦。来，两百块这边三个哦，来，五百我提一个啊。你特别哦。来，加过一个。不然那个再寄六条，等下给你。寄六条，有。来，还够上客无掉的无？两百再拉几步哎！几千块相台，是怕你放后面。对，怕你。好，贵他谁啦？他去后面拿，他去后面拿，前方后面，不然这样子。可以啊，不要这样，贵谁啊？安华哥，请你啊。哦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哪个人咩？什么吃这柳叶鱼的哈？这柳叶鱼边介绍，就等于讲几钱对吧？一包这炒三十只啦，来两包两百块啦，来。一包小七，你过去再一包两百块嘞。你也要好，要你收了哦。哎，还两包两百块嘞，先好未交啊？来这边来。加两分，加两分，还不够。无啊，无啊，嘿。无够，加几分了？啊，几分了？几分了？不好意思。哦，还有，再加个分。哦，够，够，够。够了。哎，两分了，两分了。加个沙包。啊。啊，你的钱能八九十八。嗯。哎，老七十八了。有一千九，来过来，有一千，来过来，有一千都来。给你一包，营养可能没到你。营养因为现在在抢，不好意思哦。但环境，我这肥料给选太少了。还有一千箱嘛，有一千这边介绍这种港货，能够固定的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留着。那个。对哦，我讲我两只公斤，哦，啊，这等于讲差三倍啊，三三五没来治疗，喂两包两公斤啦，好好你买一车喂三包，来，好来，有一千两包两百块，进来进来，来来进来，来个新鲜东西来，来，来，站起招来，来先给你，来，我进我进，够够，我们主播是阿峰吗？不是哦，主播不是阿峰，站起招，好好好。买两百的，哇！你咖啡拿三杯就好了，我不要。营养谢谢，我没有要咖啡哦，谢谢。这边背包，因为我没有，我没有喝咖啡。还有谁要游一圈吗？来这边来。我知道，他这个卖完会取消。不会，我会办。还有一千个想卖两百块，够吧？两百，两包两百块有无啦？拢有啦吼。那你要会来，这个新搞到的来，还500的巨头，这边，还1000的，1000的 ，YouTube 看不到直播为何 ？YouTube 有啊 ，YouTube 现在有1200人，买一包的，两包后来 ，YouTube 现在有1200人，好啊好，有1000后来，我在另外一个频道直播了 ，YouTube 我在另外一个频道直播，你们这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了，我来讲啦，这直接来，我来睇到，这大地这车，雪拖拖这大地，一顿用吹，对吧？前下哦，迄个细地，迄顿起用用肥，较用用钱的，哦，这水，无久无饲，规块水上好食就食啦。这个哦，这个、太五斤重，我只要饲上摆有超过八斤，来，还食你买几箱了无？买。啊，一台牛，哎，不要紧啦，我来用，等你买几箱个上。好、哦、来。我一台嘞，而且一台要排800、500、300了。300。300我要。300，而且你要买整箱的啦。还有300，买几箱的两个。对，整箱的。500了。500。然后买几箱？500。
五号，五百，四千，要不要？好，等下，等下，来来来，好了哈，可以把冰块敲掉，啊，这样比较快，不然卖不起来哦，五百块的，回去把冰块敲掉。安尼几只啊？冰箱的几只？无啊，人家看见个小料。知道。还有五百箱的，帅的。来。来五百块来哦。上次就是买太多，结果就冰那个冰块敲掉。过来卖无？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几只就缩小了。五百，便宜啦。五百块啦，帅一斤，一箱五百，一公斤全部一百块。过来，我们就帅一啦哦。来，五百块这边的。你要忍心。好，头刀，没关系，可以放在那工地那边。头刀啊，快点啊！看他们，你比较靠近那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一箱十斤的，还够两百不？五百，吼，还是要买这台三百块有两百不？无啦吼，好来，鸡柳的虾，鸡柳的虾，来200块鸡柳，来，好，来，赶紧来，别转哟，这鸡柳。别请来这个鸡柳，好啊，我带去啊，我带去啊。来，我两把最好来，我头前看你多啊。白带鱼，白带鱼啊，新鲜的吗？很老的没有，对，今天只有那个切块的，这个。这大碟，这等于盐酥酥在打煎料啊，这我真空包装三碟卖300，这四碟哦，你五碟哦，你六碟哦，你七碟哦，你八碟哦，你300块。八块三百。来，二四，来六，来七，先别上别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来，阿片来300块，那边来。来，白带哥2块，无白带鱼。来只，啊，你讲要这鱿鱼花无花呢吼？等下我甲买一个。来，你要这个吗？还是要白带鱼？白带鱼。土托，今天有北白啊？没有土托。有土托吗？哎，你看到对哇？差不多，土托有。几斤啊？300。300。我把这个。先找你了哦。没有问题啊 ，OK。他们有咖啡饮拿三杯，先卖来。咖啡饮拿三杯好了，咖啡饮拿三杯好了，明天谢谢哦。来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来7、8来，来300块，靠起五。过来要白带鱼的无？你变过一个。好来，来2、4、6，好来。来还有谁要白带鱼？白带过来卖无？白带来头前来。来2、4、8、8来。可以拿，个人卖无300，拢有啦吼。来，要啥物？刷烟呐，你一千个招弟来，个招弟来。刷烟呐，刷烟，石斑油，搞700，买700块。总共白带鱼对，怎么了？买这鱿鱼花好，你先把多少买啊？这鱿鱼花落了了，不阿不敢。都很好。到叫你落。这鱿鱼花这无发的哦，无发的，这红色这有发过啊，这有发过，但是哦，哎呦，这较浅，啊，这种较甜啊，这种较甜一点过来，啊，就现在这一袋是公斤，等起你搞我三台不免，煮出来就差3杯，差3斤好食，一样买三袋3公斤500斤开偌济，不用开500，哦，就400升诶，200了，200，来啦，我就一样加给你啦，这几个来200块好啦，200块了好不来，200块来。过200无？哎，你欠一个嘛吼，你搁买200，还是要搁买100了？有无？100。你个伊在欠伊1分钱，伊付过。哦，来过200无？200块啦，200块都无人敢交。张先生好，张先生好，你朋友在我旁边，你朋友在我旁边。你朋友在帮你买东西。还能包起来？太多了。张先生上来了。来过来，那两个啦，头前两个上来咧。来，再上来。鱿鱼花，要什么用？就是大白就好。你那个它没有发泡过，所以是白色的。发泡过就是那个荷花鱿鱼，就是那个橘红的那个。不用，就直接撒就好了。对。因为荷花鱿鱼它有发泡过，所以撒完以后稍微搓，它那个不搓，就是撒完不会搓。好。我整个底卡哟，这炸的整个底卡。下礼拜好不好？我弟今天有直播，我弟今天有直播啊，100的，猪都已经有直播了，都有了哈，100块，来，又讲地卡哦，光北油嘛，油啊，土城油哈，猪骏，有没有人要吃猪脚？礼拜五的土城油，到哪里还管这道？哎呦，一
一包三人份，一包三人份，这有吃。哇，真的。金钻的，这炖重要的，这猪脚汤、猪脚汤啊，你等下你搞咸烧烧着啊，咸烧。